都说了，不要剃毛，明明有更好的方式，还不小起来。再说一次啊，不要剃毛，只要打薄，天气热了，打薄就好。有点厉害的开结梳，惊呆了小伙伴。刷掉浮毛，同时刮掉厚重的毛发，就能好好散热，让毛容易打结。梳齿弯钩处，是锋利的刀片，开结就是这么容易。简约设计搭配，420不锈钢梳齿刀刃，外柔内丰，补上肌肤，短毛猫咪虽然不打结，但打薄去浮毛，效果依然肉眼可见的优秀。